哎，表弟，你这是在干什么呢？自己飘了，连你哥都敢炸了，看来非得使出这招了。嘿，反弹！手雷反弹给我崩脑了，活该了吧？跟哥斗你还是嫩了点，来给你点教训，以后给我老实点。哎呦，哪来的直升机？兄弟们，动手！瞬间爆炸，完成双杀。哎，等等，有脚步。我来。1v3，我也是很佩服这小兄弟的勇气啊。哎，转眼又到了决赛圈了，想来一会儿又要吃个索然无味鸡了。哎呦，有点东西啊，不过我只能告诉你们，你们摊上大事儿了。刚才就是你小子吧，给我倒。哎呦，表弟再也给击倒了，真的是每波丢人集锦必有你。哈，你俩就被安排得服服帖帖了，别着急，我先封根烟救你。Surprise！ 糟糕，轰炸区，表弟啊，你自求多福哈。溜了溜了溜了，极限圈边趴可还行，打个药再给你们报仇。哎呦我的乖乖，得亏是炸到的一瞬间药打上了。我操，好残忍！别着急，先打个药。我操，又来！太狠了，一连两个轰炸区把我都炸成了丧家之犬。行啊，弟弟们，你们给我等着，不就是决赛圈孤身1v4吗？刚才就是你把我表弟安排的吧？给我倒！还有你，你别想跑！干到了俩，还行，就剩两个了。哎，那这两个是在天上了。阿雷没子弹了。上面俩兄弟别着急哈，让我先去舔个包。来了来了，别舔了。你给我笑了吧你！哎呦，这个也跳伞了。不行不行，先稳一稳。拜拜了您嘞。哎，一不小心又吃鸡了。最后大家可别忘了关注、点赞、转发三连哦，爱你们，么么哒。